你可以看看樱桃小丸子的话，这首什么歌？你要考我是吗？我这样子的话，你搞不好会哦。一定有眼睛对不对？那嘴巴是这样对不对？天哪，不是真的还是什么？圆的吗？没有。不管呢。好，擦掉。来，粘土掉一阶，先复习一下，粘土掉的包在哪里？掉的包就是本来撕掉的发，对吧？撕掉发而已，现在改成包了。然后撕掉的松，现在改成堆了。换位置了，对不对？那咪是不用按的地方，本来拉的那边变咪了。发的位置本来撕掉没有用到。以前都没有用到这一个，我会现在一边写你一边弹看看好不好？你找它一下，如果你已经很会了，很会了的话，你可以先看樱桃小丸子哈，再来收在这里，本来刚刚刀那边变成收了，那你为什么那么弹？你说 F 调的高音都吗？ F 调的高音都要继续往这边继续找，是不是哆来咪发嗦拉西都是照顺序排的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哆来咪发嗦拉西都之前是跟你说，它是照顺序这样子一条弦会一直跑出来。那哆来这边会不会有音？梦，这里也会有啦，这里会有，这里跟这里一样，都会有音啊。不相信你找看看，一二三四五，第五个，这里也有一个音哦。有没有？它跟这个是不是一样？跟这个是不是一样？好，然后你这边。咪发嗦，以此类推，你猜猜看这里是什么？好，那你再猜猜看这里会是什么？西。那高音哆，你猜猜看是这一格还是这一格？听懂？听懂？这一格还是这一格？是这一个啦，哦，因为西哆在隔壁呀，西哆是半音。好，这样解答你的问题吗？好，这里哆，然后前一格就是低音的西，然后这边是拉，低音的拉，这里是低音的嗦。练习的，如果忘记了，就赶快再多弹几次哈。这个图我有画在樱桃小丸子这一张上面。那你如果想要把这个写上去的话，你自己把它补上去。这里是嗦，这里是拉，那有没有人知道这里是什么？哦，我还以为
很少人知道，原来你们这么聪明。对啊，因为这里是收，这里是拉，这里就会是吸。那这个吸跟这个吸是不是会一样？对，很聪明，很好，就是这样。好，然后我们就看。把樱桃小丸子拿出来。上一次我们是听妈妈的话，对不对？那你们回去有听妈妈的话吗？有没有？还是没有？好啊，好啊。啊，今天我们看樱桃小丸子。樱桃小丸子这个谱里面呢、啊，下面有一点的，下面有一点的音，你把它找一下，是不是有低音的嗦，还有低音的拉，还有低音的西，有没有？那有没有低音的发？有没有？没有，对不对？没有低音发，所以我们用 F 调去构成的。如果有低音的发或低音的咪，怎么办 ？F 调也不够弹。哦，那我们现在 F 调都够弹了。好，第一行。我示范一点点，然后你再练习一点点。哆，先找到哆。然后哆瑞，你找哆瑞，哆是这个，嗯，哆，对，然后哆瑞，好，然后哆瑞咪，咪在隔壁这一档，对不对？你找不到吗？这个是哪里？真的要弹吗？好，再一次哦。我弹一个音，你就跟着我弹一样的就好了。哆，看你。好，再来哆瑞。再来哆瑞咪。
好，我们一起看一次，慢慢弹就好了。哆来咪发，这么慢开始。下一行哦，嗦嗦嗦嗦。
会的话，后面两场可能你自己看看就看得懂了。第二行是不是跟第一行一样，只是最后面变西哆来，对吧？第二行不一样吗？好，先这样子，我先继续教第三行哦，因为有些人都已经会了。我们看第三行，那你如果中间还不会的，等一下。等一下，那个我再教你。下一句哆哆哆啦哆，你还没有听。哆哆哆啦哆。第三行。连过去的后面这一段不要弹，咚咚咚咚咚瑞。
都真的没有看。这里看懂哦，你看我这边。看懂吗？哆哆哆瑞哆。对，哆哆哆哆哆。你先看这里，哆哆哆哆哆。然后哆哆哆瑞哆。好，我刚刚要讲的是哪一句？就这，我忘了不知道，你要干嘛？哆哆哆啦哆，哆哆哆瑞哆，连过来这个没有弹。对，这一条连过来的后面那一个就不会弹，所以对到这里，这些音对到这里，听会，听会了吗？好，下一句是哆哆啦哆，哆哆哆瑞哆，很像，对不对？你如果已经很会的同学，你自己可以先练看看，然后再跟我对答案，看你弹得对不对。好，今天是哆哆啦哆，哆哆啦哆，哆哆啦哆。好，所以刚刚那一句呢，合起来我弹一次，是这样哦。像这样，知道吗？有没有问题？好，我要教下一句了，还有没有问题？下一句上面写六麦的那一句。先停一拍，要先停一拍哦，记得哦，停一拍，然后才弹拉西哆瑞，这里比较难，因为它有连过去又连过去，所以是这样，拉西哆，然后不要弹，弹瑞，再不要弹，哆，你们看一下，好穿啊，先停一拍，拉西。对，停一拍，再弹哆，拉西哆瑞哆，知道吗？拉西哆瑞哆，那个连接线后面的不要弹。需要帮你画的吗？听到我的意思吗？我帮你画一下。他说连接线后面不弹，所以你不弹了，这个也不弹，那先停一拍，拉西哆瑞，哆西哆瑞，西哆瑞，那比较难。我再讲一次哦，中间是先停拍，然后弹拉西哆，然后前半拍不弹，对不对？一个哆不弹了，然后弹瑞，再停拍，然后哆西哆，
萨的音看对，先停一拍，所以我敲一下，然后就开始弹，就这样。开始，我先敲一下，敲，拉西哆敲瑞，再敲，哆西哆敲瑞，你抓到吗？好，再来。好，下一句哦，咪瑞咪嗦咪瑞，那里要注意的是后半拍，咪跟瑞是后半拍，所以我敲完往上弹，例如这样，小咪小瑞咪嗦咪瑞，这是一首，预备开始敲。好，来这边，我们一起练一下，咪跟瑞敲完看，敲咪敲瑞哦，对，是哦，敲咪敲瑞，再走，敲咪敲瑞，咪嗦咪瑞，敲咪嗦咪瑞。好，前面到这边，我一边弹呢，一边跟，没弹到的你就跳过去哦，我不要等你哦，这次我不要等你，从哆来咪到嗦来咪的，预备开始。你有弹到一句吗？
好，我现在要看下一句喽。这样好了，我们先我看一句，你念一句。咚咚咚咚咚。好，你准备好一句了吗？我们要开始弹了，从哆哆哆来哆，你至少要弹到一句吧，好不好？对啊，好，今天大家这么喜欢上厕所。还没上厕所呢。